大众来看这些展览，他们会说：“哎，这是谁画的？哎，这是我们心智障碍的朋友画的，怎么会啊？”艺术作品是生命跟生命之间的沟通，对于美的感受，让他们表达，不受心智障碍的限制哦。所以这也是我们这种孩子们新乐会会举办这个展览的原因，把他们这些的美好呈现给社会大众，让社会大众知道说我们心智障碍者的艺术天赋，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他们，然后接受他们。我们的画画没有框架，有的就是他们自己的心里的一些最真的情感，所以我们开始办展之后呢，他们会觉得我的展可以在那边大家来分享，我现在画画不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情感，我对各个人事物的感受其实是有我自己独特的一面，我不是没有感觉的人，但那样的部分希望大家都能够来一起感受它。引导艺术家们从退缩到现在的自信，还有社会大众呢，也逐渐地认识他们的美好的那一面。他们纯真的笑容，一直都是我内心最大的安慰。透过这样的展览，其实可以让更多的参访者或者是还没有参访，透过影片可以让他们接触到这一群天使需要很多的爱的关怀，更在每一次的展览的当中看到他与家人或者是同学间充满着欢乐的学习过程。他们勇于创作，他把他的内心的感受呢，让你看得到。我们要提供更多的平台，没有更多的协助。这些有艺术才能的特殊学生，他们有这个舞台的激励，他们的创作动力会更强。从他们内心所发出来的，即使他们不讲出来，也可以感受得到他们作品的感动。他们的心理，他们的艺术的冲劲，其实不比外面差。当然，我们今年有机会在台南看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也希望其他的地方也有这个机会。我的作品做得更细致了，作品就可以拿去展览，可以和老师共同讨论，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动物、食物、建筑物，可以和同学一起捉龙、拍鸭、画，组合成作品。我的兴趣是画画，画画可以磨去我的焦虑感，让我感到平静和喜乐。非常感谢这种新乐会和台南市美术馆，让我们可以一次看到这么多很棒的作品。希望我们脱离疫情，拯救地球。谢谢你们。我喜欢画没有耳朵的梵谷，但我是做耳环的少女唯美人。延伸艺术是跨领域的，所以它横跨了人性、社会、文化、艺术。只有智障者家长总会是现在我们唯一走出来的一个助力。我们自己也很确信，我们学生的作品应该可以走向全世界。透过绘画之后，我们有一天发现从红色之外，它开始有不同的颜色了，显现它的一个生活，跟它的一个思考，跟它的情感，其实一切可以跟大家慢慢结合。我们给他们画笔，给他们水彩，让他们很自由地画出他们所想画的。有些很会用各种不同的颜色，有些用不同的质料颜料。我觉得每一个有它的美，每一个有它的价值，真的我自己会欣赏。他除了自我疗愈之外，那我们希望每一个不善于表达的心智障碍者都能够去用他自己的方式，然后慢慢跟大家一起，然后他的弹性越来越大，他可以跟这个社会越融合。父母终究会老去，然后他们有文化跟艺术的陪伴，无形的肯定跟他们是有形的帮助。这个雪人我觉得还是很引以为傲的带在身边，至今还是珍惜着，这是我很珍贵的一个礼物。